美好的一天，从每日灵粮开始。早安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《生命记》的第21章、22章，而我挑的是21章的第9节：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人血的罪。好，这个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次读生命记中的常用的语词。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们真的要照着神，我们照着我们的主耶和华的律例行，我们就是行了主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也就是我们要照主眼中，照着他的律例行，就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然后呢就可以好从我们中间除掉这些罪。所以我觉得很生活当中，这个生命记我们一定要留意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好，那你不太知道，你就一直知道阿爸父喜欢的是什么。好，你每一天跟他亲近，他要的就是你的完全的爱，他要的就是你完全的心。好，所以你做这件事情，留意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他要的就是合一，他要的就是彼此相爱，他要的就是你里面没有苦毒，他要的就是你里面都是干净的。好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要的我们的就是去看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他要的就是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他，他要的就是我们留意，好，成为教会的好帮手，成为家人的好帮手，在世上成为光跟盐。好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事。好，就可以。好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犯了一些罪，犯了甚至流无辜人血罪，可能我们都不明白。可是我想，我今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，当我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我们中间除掉。好，所以我奉主的名要来祝福你。好，真的在你生活当中，你很多真的不知道这个无辜，这个莫名的罪，借着我们的跟神对齐，主要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帮助我们除掉这个的罪。奉主的名来祝福你，阿们。